何学校的？我理工的。我是清华的。你当初要是再努力一点点，也能像我这样了。你是大连理工的还是北京理工的？我麻省理工的。我以为是假的，之前不相信有这种黑科技。反正任何地方都能变成一个平板。我那个包上有，就是我那个包上。在美国怎么配钥匙呢？先找到这个机器，开始让它识别一下，再插进去，然后一把钥匙$34，等个一分钟就可以从里面自动配好。